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81面，581面第二行，第二行。第二句从第五念觉之看起五念觉之常铭记定慧而不忘，实之均等。这个意思是说明定慧一体，相即相融，不二的意思。在一般用功的时候或是参禅、念佛、持咒，乃至于研究，都会有这个现象。如果定多会少，容易昏沉要是慧多定少呢，会感到浮躁身心不安，念头很多，所以念一定是定慧均等，他才能够升起三昧念佛人无论是用什么方法修行，总不离佛号。定慧均等，就会得念佛三昧。所以念觉知呢就很重要了对于这一条，不但是铭记而且善用，这个善用还是会有智慧来调整我们自己修学的状况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在稳定当中求精进只有定慧均等，智慧才能够现前。下面第六，定觉知，使心住于一境而不散乱。这是世尊在经教里头常常说的，智心一处无私不办，一般凡夫心都是散乱的。佛门里面礼敬用合掌，合掌就是代表一心
啊，十个指头啊，代表三乱。啊，把三乱的心归一，啊，所以掌要平，当中不要空，啊，空就分散了，就分成两边了，一定要合成一个，代表一心，一心是最恭敬。啊，没有杂念的，所以这都是属于表法，啊，表定，表一心不乱。心住在一个境界上，在静中，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比什么都重要的，那就是住在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上，啊，就像中峰禅师在西念法寺里面教给我们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啊，让心啊定在阿弥陀佛上，这个力量就大了。啊，它的效果什么？效果能够与佛的愿力相应。啊，也就是说，阿弥陀佛48愿呢，能够加持我们，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实际上，佛力加持是普遍的，佛太慈悲了。佛没有分别，对任何人都加持，啊，可是有人得受用，有人不得受用，啊，不得受用是你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散乱心，啊，真没法接受。如果你是一心呢，就会接受，啊，看你的心专一到什么程度。啊，越专一，你感受到的这个加持的力量越强。啊，能帮助你像前面讲的得法喜、得清安，这是最明显的感触。啊，能够常常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念佛往生净土，你就真有把握了。啊，对世间一切法，一定要随缘，啊，不能有丝毫的勉强。啊，不能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不随缘一定就是攀缘，啊，攀缘把我们的功夫全破坏了。啊，所以佛常常教导我们随缘不攀缘，随缘的时候这有顺境有逆境，有善缘有恶缘，自己也要用智慧去择法。啊，我应该如何随顺，用什么方法来应对，啊，这都是有智慧。啊，决定是自他两利也。有很多人不懂。啊，不知道利他是真正的自利。自利往往的时候害自己，对他人也不利。啊，我们常说了，
用错了心了。啊，为什么会用错了心？还是迷而不觉。啊，觉决定不会。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这学佛，一定要把我放下。啊，你看看《见思烦恼》里头，见烦恼第一个身见，啊，六道凡夫。哪一个人不执着身是我呢？有这个念头，肯定就有自私自利。这是六道凡夫的通病啊，第一大病。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上面，不知道啊，身是假的。佛对这个事情《大小乘经论》里头不知道说了多少啊，我们总是不能够觉悟总是不肯放下啊，纵然是做好事，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啊，总是掺杂着自己的利益在其中，啊，纵然99%是为社会大众，里头有1%自私自利的念头，你的功夫破坏了，说不纯。这不纯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功德全无。啊，福德有，你是做了福德，功德没有。就好像我们佛门里头掌故梁武帝的故事，这很多同学都知道。啊，梁武帝当年在世是佛门大护法，那在历代帝王当中确实首屈一指啊。啊，单单素食运动是他老人家提倡的。啊，今天中国学佛的人到外国，看到外国学佛的人都吃肉，感到奇怪。啊，外国的这些学佛的人看到中国人不吃肉也感到奇怪。啊，在戒律里面，佛只讲不杀生。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他的生活方式是托钵，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现在南洋小城也是一样，他们还是托钵。啊，只是不杀生。肉呢还规矩的三斤肉啊，这个肉是你没有看到杀，没有听到杀的声音，不为我杀，它不是为我杀的啊，这是戒经上许可的。梁武帝读楞伽经，楞伽经上啊，佛说了一句话，菩萨大慈大悲，不忍心吃众生肉啊，他受了感动啊，于是他就开始素食。
以他过往护法的身份来提倡素食运动，所以这寺院庵堂出家人首先响应，以后在家居士也响应，这是中国佛门饮食文化的特色，这个我们要知道，不要到外国的时候是闹笑话，他们生活方式正常的，我们中国也是正常的，但是在现前这个时代，众生肉吃不得，为什么吃不得？他饲养的方式不正常，我好像是在2005年还是在2006年，记不清楚了。齐素平居士邀请我到庆云去参观海岛金山寺，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动工，这个竣工，大部分都建好了。他们住的附近不远，有一个养鸭的基地，规模很大。听说北京烤鸭有1/3是他们提供的。要我去参观，我就看了。里面管理人员就递了个小鸭放在我手上，跟我手掌一样大，也就是鸭子有这么长，这么大的手掌上放在手掌上。他问我，他说：“法师，你看这个鸭子出生几天了？”我一看，我想至少应该是1个星期到10天，它才能长这么大。他回答我是昨天出生的，说今天长这么大，这出乎我意料之外。我说那你这个鸭子长大卖到北京去需多少时间呢？2个星期，这还能吃啊？他用什么饲料啊？化学的，让他赶快膨胀啊。所以我回来告诉很多同学，鸡蛋鸭蛋都不能吃，为什么？它不正常嘛。你说这个多可怕啊！所以现在这奇奇怪怪的病这么多，从来没听说过的，病从口入啊，这怎么能吃？连素食都有问题啊，蔬菜稻米里头也用化学肥料，用农药，现在还改变基因，更可怕了。这个状况之下，这逼着我们自己不能不搞农耕。我在澳洲自己搞农耕呢。所以买了很多土地，澳洲土地很便宜。要和中国的这个亩来说呢，中国亩的时候大概我们已经超过10,000亩了。种粮食啊。今年开幕试种第一批收成看到了。第一批我们种的小米，今年春天收成有13000公斤，成功了，
我们现在准备种水稻，啊，种小麦，啊，种玉米，这些属于主食的，啊，马铃薯，啊，花生都可以做主食，啊，所以蔬菜我们是种了十几年了，啊，我们的品种有20多种。啊，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生活啊可以自给自足，还有多余的。啊，这是没法子的，真是太可怕了。啊，这些农药化肥染污了大地，这个是糟糕事情。啊，那么大地呢就染污了水源，所以科学家给我们提出将来有粮食危机，啊，有水的危机，饮水你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了，那这个是要命的事情啊。啊，能源有危机啊，种种危机都已经看到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我们老师教导我们，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李老师往生前一天下午告诉身边这一些同学，这是最后的遗言啊，老师说天下乱了，诸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啊！你们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今天饮料里头最健康的是干净的水，这就是最健康的。啊，饮料都有化学成分在里头。啊，今天饮食不能不小心谨慎。啊，那么求往生一定要把心定在佛号上。啊，要求自己心同佛心。佛心没有自己。佛心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啊，所以有缘就是他能信能解能行，这就是有缘众生啊。他不相信他听不懂那就不说了啊，能相信听得懂啊，有缘众生啊，要帮助他啊，要把佛法讲清楚讲明白，更重要的是把净宗讲清楚讲明白啊，人家才能够升起信心啊，能够专修啊，专念
啊，无论在什么境缘之下，啊，逆境、顺境、善缘、恶缘，都能自在往生。啊，自在往生，决定利益别人。为什么？人家看到了，看到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帮助众生建立信心，增长信心，这个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也就是三转法轮最后的时候，做正转。啊，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给你做证明。在这个时间，我们要求事业能成功能顺利，同样道理也是实心住于一境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没有不成功的啊。记住佛常说，至心一处，有时候说止心一处，停止的止，无事不办了。啊，我们听话，试验试验看，啊，到底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就明白了。末后一条叫行舍觉知。舍诸妄谬，舍一切法，平心坦怀，更不追忆。行舍，舍就是放下了。这在佛门里头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我在早年，啊，我26岁接触到佛法，啊，跟方老师学哲学。啊，在这个之前，我们有个很错误的观念，啊，现在社会很普遍，认为宗教是迷信，特别轻视佛教。啊，为什么呢？佛教是多神教，啊，什么都拜呀。啊，我们晓得社会上所认定的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啊，一个真神。啊，低级宗教是迷信的。啊，那么佛教呢，被列入是多神教，啊，低级宗教。啊，这个观念给我们很深，啊，误会很深。我跟方老师不是跟他学佛的，我是跟他学哲学的。啊，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啊，我有怀疑。啊，他介绍给我说，就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来没听说过。啊，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这他的原话，他就这么教给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接受之后，这才把观念，错误观念呢，改正过来。啊，以前绝对不进佛教道场的寺院，我决定不进去的。啊，老师告诉我，真正的佛教哲学不在寺院。那我说在哪里？它在经典。啊，这个话很重要。啊，老师说，过去的寺院，这些出家人确实都是大学问家，啊，都是真正有道德、有修养、有学问。啊，现代寺院的这些学佛的人，他不学了，啊，没认真去学习。啊，学习荒芜掉了。啊，那你要真正去探讨佛教哲学，要从经典上下手。给我指出一条路子。啊，同一年下半年，老师给我讲佛经哲学，大概是在四五月份，啊，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一个星期一堂课，上一次课两个小时，啊，好像是七月。我认识了张家大师，啊，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啊，我很恭敬，对老师非常恭敬，啊，向老师提出一个问题，请他指教。我从方老师那里知道，佛教是大学问，佛教不是迷信。啊，我说佛门里面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的齐如境界？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张家大师听了之后。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两个对看了半个多钟点，一句话不说。啊，他看我，我不懂什么意思。我看他是等待他老人家的开示。啊，其实，我到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才明白，他看我那么久什么意思。年轻人心浮气躁啊，就是心没有定下来啊，跟你讲了没用处啊，一定要等你心定下来了，他才教给你啊。所以我们就半个小时就像入定一样。他开口了，说了一个字，有，我们的精神马上振作起来了，有。哎，说了一个字之后，他又不说话了，又没有了。啊，我这一次呢，时间短了，大概有六七分钟，就等了六七分钟。啊，就说个有，我们精神一振作，又
又乱了，这定功没有了啊！这都是年轻人的习气。啊，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你就能入境界。啊，看得破是对事实真相明了啊，这一点不容易啊。啊，你不明了，你怎么能放下？真正明白了，该放下的你会放下。不该放下的你会受住。啊，头一天见面将近2个小时，说话不到20句。啊，张家大师确实给人的印象，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言语缓慢，动作也很慢。啊，真是像经典里面所说的，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我跟他老人家3年，啊，看到一个人，连起心动念都在定中。非常难得了啊！我学佛60年，我学佛的基础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奠定的啊。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啊，真正在佛法上奠定基础是跟他老人家3年啊。他老人家往生了以后，我跟台中李老师跟他10年，啊，没有他3年这个扎根教育，我在李老师里得不到很多东西，啊，所以张家大师那个扎根教育非常重要，开宗明义啊，就把修学最高的原则告诉我啊，要看破，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2个方法相辅相成。啊，像上高楼走楼梯一样，这一层一层这样上去，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啊，你看破决定要放下，你不放下，你上一层就上不去。啊，你要想往上去的时候，你就得放下。啊，放下帮助你更看破，那你就再放下。这就是此地讲的行舍呀，放下说放下虚妄啊！啊，般若经上告诉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的东西不舍，真实东西你怎么能见到？啊，真实是真实是自信呐！啊，明心。见性啊，是大乘佛教终极的目标啊！大乘，你看中国8个宗派，经上所说的84000法门，这大乘啊，那是说84000种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方式啊，他总的指导原则都是看破放下啊，任何一个方法离不开这个原则啊，通通放下了，你就见性了。所以佛法也得放下啊，佛在《金刚经》上讲得很好，很多人都念过，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佛法不能执着。为什么？佛法是对世间法建立的，世间法没有了，哪来的佛法啊？所以佛法不是真的。啊，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佛法管用，你要依靠它。见性之后呢，那你要放下，你不放下不能见性。啊，学了这么多年，我们终于明白了。啊，大乘经教里头佛常讲，我们用华严经的说法，放下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不执着了，你就成阿罗汉。佛门里头第一个学位你就拿到了，所以要知道阿罗汉、菩萨、佛是佛门里面学位的名称啊，像现在大学里头博士、硕士、学士，阿罗汉是学士。放下分别，第二个学位拿到了菩萨。不起心不动念，最高的学位拿到了叫佛陀啊。所以佛菩萨不是神明，不是神仙，与宗教确实不相关，它是学位的名称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换一句话说，佛陀这个学位每个人都可以拿得到啊，三个学位人人有份啊，你肯不肯放下啊？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放下不是事上放下，事不障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是心里头放下，真放下了啊！世上和光同尘啊，你会把事情做得更圆满啊，更善巧啊，心里头痕迹都不着。这是佛法，真是智慧呀！啊，如果说四相上放下，那释迦牟尼佛何必到这个世间来了？不用来了吗？啊，他到这个世间来，为我们示现八相成道。为我们实现讲经教学49年，他四照做啊，心里头痕迹都不着啊。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住世80年，他有没有起心动念？告诉诸位，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他的本事就是在这里。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他了解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不是真的
啊，就像现在科学家所讲的，物质现象不是真的，假的，精神现象也不是真的，也是假的，连自然现象都不是真的。他在3000年前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桩事情到近代最近30年，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才说出来，跟佛经讲的一样啊！现在我们可以肯定，方老师说，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现在我们可以说，释迦牟尼佛不但是大哲学家，也是大科学家。科学跟哲学上没有能解决的问题，大乘经上全解决了。只是现在很不幸，社会大众以为它是宗教，以为它是迷信，不肯学习，这太可惜了。如果学习的人多了，明白的人多了，他真能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帮助现在的社会能够恢复和平。这个用处多大？能够帮助现前地球上化解灾难，这科学做不到，佛法能做到。为什么？佛法了解宇宙现象的根本啊，它到底是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在经上讲得清清楚楚，很多人都会讲，但是真正的意思没体会到。那就佛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没人懂啊。这里定觉智上人，实心住于一境。这个道理很深，这桩事情能做到了，你就能解决问题。如何能化解灾难？教学，你把佛法这些精髓的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大家都觉悟。念头一转，不善的念头放下，这行舍里面讲嘛，与自信相应的这些善的念头提起来，社会跟地球所有一切不善的统统没有了。为什么？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从念头生。这一桩事情一直到近代才被科学家发现。虽然发现了，科学界里的提倡的人不多。为什么原因？对于这一桩事情认识不清楚。他们的目标方向依旧偏重在物理。这个是超过物理了，这是心理。
啊，心理是物理的基础。那换句话说，心理可以改变物理，物理没有办法改变心理。所以，行舍就太重要了。啊，放下之后，你看平心谈怀呀，你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了。啊，再不要去想过去，为什么？那是妄想。想未来也是妄想啊！真正有智慧的人没有妄想，完全着重在当下十方三际没有了，十方没有了，空间是假的，三世没有了，时间不是真的。啊，这一桩事情在大乘相中入门的时候就学这些东西啊。啊，你看相中入门学白法明门。啊，白法明门就明白告诉我们时间空间不是真的。啊，时空列在哪一类呢？不相应刑法。啊，不相应刑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抽象概念，绝对没有事实，是属于抽象概念，从抽象概念里面产生的。你执着好像它有，实际上它不存在。啊，时间在不相应刑法里称为时分，啊，分别的分。空间呢，称为方分，啊，空间加四方四维上下，啊，所以这叫方分。方分就是今天讲的空间，时分就是讲的时间，啊，时空都不是真的，啊，所以不用去想未来，也不要去想过去，抓住眼前，老实念佛，你就能得你想象不到的好事啊，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得到之后永远不会失掉下面介绍另一个说法，慧疏啊，这是日本的也为净宗大德啊，他在他做的这个会书里面为我们解释七觉知啊，值得做参考。七觉知者，第一个是色法觉知啊，色法觉分啊，它就称为这个七觉分。智慧观诸法时，善能鉴别真伪，不扭曲诸虚伪法，故名则法。
跟前面所说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我们看他的呢，好像更容易懂。法是一切法，世间法、佛法。可是不能离开智慧。智慧从哪来的？智慧的基础是从定中来的。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所以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定中来的。听经闻法，大彻大悟，是把你自性里面的智慧引发出来了。那不是从外头来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我们自性里面有圆满的智慧。佛在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换一句话说，你什么都不缺啊！你自信，自信是真心，你真心里面充满了智慧，无量无边际的智慧。不但有智慧，你还有能力，叫万德万能啊！万德万能是一般宗教赞美神的。释迦牟尼佛告诉我，我们每个人都有啊！你有能力，而且你有相好。相好就是我们今天讲福报啊。你福报太大了，你一样都不缺。你是圆满的圆满的智慧，圆满的能力，圆满的相好。所以大乘法里头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你有真心吗？这真心就是啊。无论你堕落在哪一道恶鬼地狱出生，你的真心在，你的真心没变质啊。真心是什么样子？《坛经》里面讲得清楚。第一个清净，你根本就没有染污；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就是佛所说的你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你一样都不缺。第三个、第四个，本无动摇。你的自信、自真心呢，本来就是定的，从来没动过。后头一条，能生万法，这告诉你，整个宇宙是你真心变现出来。大乘经上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呢。
啊，一切法是真心变现出来的。那么现在你观住法时，啊，善能鉴别真伪。什么是真的？能生能现的真心是真的。啊，所生所现的万法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真的它永恒不变，假的是刹那刹那在变化啊！我们现在用的妄心，阿赖耶是妄心，阿赖耶是什么性质呢？刹那不停啊！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的屏幕。电视屏幕如如不动啊，那是真心啊。电视屏幕上显现出来的画面是刹那不停，这个你懂得。这个画面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凡是会动的，就是假的；不动的是真的。啊！可是今天真跟妄是合在一起，你没办法辨别。啊，这里讲的是你有智慧，你会看，你在看电视，你能够把真的跟妄的了解得清清楚楚。真的是屏幕，什么都没有；妄的是屏幕显的这个色相，假的。你要会看电视就成佛了，问题你会不会看呢？这个看清楚之后了，啊，你看这个大千世界，我们现实大千世界，啊，零零色色全是假的，啊，就是电视上的这个色相，啊，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如如不动的自信。啊，自信是真的，自信能生能现啊！啊，自信是清净的，自信是平等的，自信觉而不迷啊！自信是纯善纯净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掌握住。然后岁月啊，随顺这些色相，色相不爱真心，真心也不障碍色相啊。真妄是一，不是二啊，就在你能够看清楚、看明白，不被虚妄所欺骗，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怎么不被他欺骗呢？你了解事实真相了，你在这个里头还会有执着吗？你还会起心动念吗？你还会分别吗？你还想控制他吗？还想占有他吗？不有了，这个念头全没有了。这叫邪诸妄谬，谬是错误啊！你在这个色相里头，就是在这个大千世界，在这个十法界里头，你根本就没有动心，那是什么人呢？那就是佛来了。啊，释迦佛当年在世住持80年，好像跟我们一样。他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他有没有执着？没有。他有没有分别？没有。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
啊，再告诉你他有没有说法，没有。他住在一真法界，在十法界里面示现的和光同尘。虽然和光同尘，一尘都不染啊，这则法了啊，为我们表演，为我们做实验。立根的人一看就明白了，啊，宗门里面所谓上上根人，他一看就明白了，啊，中下根人不行了，不但他看不懂，他看不出来，他完全被色相迷惑了。不知道色相是假的，啊，真的东西真的忘得一干二净，不知道有真的存在，啊，好像这个看电影入迷了，迷在这个画面上去了，啊，根本不知道有荧幕的存在，有这种人呢。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之后啊，确实设法界一真庄严就像一出戏，就像一个梦啊，啊，所以佛告诉我们要用纯净纯善的心去对待啊，那就是积功累德了。积功累德，没有积功累德的念头。为什么呢？有积功累德的念头，错了，你又堕落了。啊，这是我们在这一次学习《无量寿经解》啊，《大经解》里面学了不少东西。大乘教义全在这里头啊！所以它关键的字眼就是善，善能鉴别真伪。啊，所以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啊，你要是能肯定这一点，那你就一定要相信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选定的是决定正确的啊，他给我们选择的是什么？是善，三归五戒啊，六合六度，这都是他替我们选择的啊，这决定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帮助你明心见性啊，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帮助你回归自信啊，我们从无始无明起来的时候，这就迷了，越迷越深了，回不了头啊！我们所遇到的，全都是迷惑颠倒的人啊，遇到佛。这才是不幸当中的大幸啊，为什么呢？他不迷惑，
他是个明白人，他能帮助我，带领我解脱这个迷雾。啊，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啊，回归自信，啊，只有他能办到啊！如果我们对他不相信，那就是迷到底了，永远迷下去了。啊，遇到的这个机会多，但是跟自己没有缘。什么叫没有缘呢？不相信他，把他定位在迷信上，定位在宗教上，什么是宗教也不知道。啊，别人说宗教是迷信，我也说他是迷信。这个做法就太粗心太大意了。啊，那我们要查一查宗教两个字怎么讲法。这两个字最初提出来不是中国人，给出是日本人。啊，日本人提出宗教这两个字以后传到中国来了，中国人接受了，啊，日本我相信当初提出的这个人有学问，他不是糊涂人，啊，因为这两个字的意思太好了，啊，诸位查查字典宗怎么解释？啊，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遵从的。这有这三个意思。那教呢？就是教育、教学、教化。宗教合起来，这意思好啊。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这还得了吗？啊，符合这个条件呢，这是至高无上的教育，这能不学吗？啊，所以我常想着啊，最初用这个名词的人呢，大学问。不是普通人，普通人说不出来啊。啊，那说佛是宗教，当之无愧。啊，是十法界里头最重要的教育。啊，净土宗是最重要的教学，啊，主要教育里头最重要的教学，啊，你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学科，认真学习，你这一生就能成佛，一生就能回归自信，这还了得吗？这就被称之为最尊崇的教化。啊，他没错，错在我们自己不认识啊，把宗教两个字误会了，曲解了，谁吃亏？自己吃亏。佛菩萨没吃亏。啊，
经典没吃亏。啊，吃亏是我们自己糊涂，自己粗心大意。那第二呢，精进觉分。啊，精进修诸道法时，善能觉了，不谬行于无一之苦行，常勤行在真法之中，故名精进。啊，这个里头不再修没有利益的苦行，佛当年在世表演过，啊，修苦行僧，你们大家都修苦行，释迦牟尼佛也修苦行。啊，到后来怎么样呢？释迦牟尼佛把苦行丢掉了，不修了。啊，跟随释迦牟尼佛照顾他的有五个人，就是五比丘啊。啊，后来的五比丘，这都是释迦的家族。啊，王子嘛，啊，要出去求学，总得有几个人照顾他。啊，这几个人很佩服他。当释迦牟尼佛把苦行放弃了，啊，他们以为释迦牟尼佛退信了，啊，离开释迦牟尼佛，到别的地方去修行，就到落叶云。啊，这说明什么？那个苦行没有好处，不能帮助你开悟。啊，不能帮助你见性。那你修它干什么？佛法重视苦行，为什么？你能放得下了。贪嗔痴慢疑是决定要放下的，啊，所以苦行有好处，啊，但是苦行一定要有智慧去认知它，对于我们明心见性有没有好处？如果对明心见性没有好处，你就不要去求。能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一定要修。啊，这就不是迷信了，不是盲修瞎练了。啊，日中一时一般人认为是苦行。啊，你需不需要修呢？不必要。是中国禅宗啊，提倡是坐禅、抛香啊，真正修行念佛堂也一样，你不能吃太饱，太饱昏沉，精神提不起来。打瞌睡了，也不能太握住，握住心里发慌，定不下来。啊，所以念佛堂、禅堂都需要什么呢？不饥不饱。啊，要保持这个状态，那怎么办呢？只有少吃多餐。啊，用这个方法了。
啊，除了三餐饭之外的时候，还有点心。啊，日夜照顾你不断。啊，所以当你有饿的时候，都有点心。啊，吃一点点，不能吃太多。啊，让你精神饱满了，你好用功办到啊。啊，那么这些跟印度其他宗教来比，他们重视苦行，他们不会这样做法的。啊，好在佛教它不是宗教，啊，它是教学，它是教育，这一点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啊，佛陀教育，啊，简称为佛教。啊，居足要称佛陀教育，这就对了。啊，佛陀教育重视得定开悟，啊，这个很重要。啊，怎样得定？一定持戒，持戒帮助你得定，得定帮助你开悟。所以开悟是终极的目标啊，大彻大悟啊，啊，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啊，有三个等级，小悟是阿罗汉、辟支佛，大悟是菩萨，啊，彻悟就成佛了，啊，也称为化身大士，啊，化身大士大彻大悟，啊，所以大彻大悟是佛，啊，大悟是菩萨，小悟是声闻缘觉。啊，这跟宗教里的说法不一样啊！啊，我们要学佛，在这个时代也不容易。为什么呢？社会乱了，佛门也乱了。现在的佛教，我常说，至少有六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社会。啊，第一种，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佛教。啊，这个是原汁原味的，没有改变的。啊，世尊当年在世，49年教学。佛教传到中国来是这样的，啊，是教育，啊，佛教变成宗教，就是现在所谓的迷信的宗教，在中国历史不过300年吧，啊，清朝乾隆时候还是教育。啊，贬值应该是乾隆以后，啊，真正开始转变的时候，我现在觉得的时候，应该是在慈禧太后。清朝历代帝王都是三宝弟子，佛门的大德许多都封为国师，啊，帝王对出家人非常尊敬，只有慈禧太后，她掌了政权，自称为老佛爷，把所有佛菩萨都放在底下去了，
他高高在上，他是老佛爷。啊，这个举动影响太大了。为什么？上行下效。啊，慈禧对佛教不重视，对传统文化不重视，下面人自然对传统、对佛教啊这个看法就冷淡了。啊，表面上有，实际上真正学习的人少了。啊，所谓是阳奉阴违。讲学的人有，真做的人没有了，所以伪君子啊，这是满清最后的一百年了，慈禧太后影响最后一百年，坏了。清朝亡国之后，到今年一百年，这一百年当中就更糟糕了。不但真修的人是没有了，连讲的人也没有。我们要下去怎么办？啊，所以我很感谢方东美先生，啊，他提醒了我，佛经哲学在经典里头。不再是云啊，这个提示对我影响很大。我知道方向，知道目标，知道到哪里去学。啊，遇到张家，张家大师是个明白人，非常了不起。啊，我出家，张家大师替我选择。啊，我问他，我将来应该走什么路，走哪一条路？啊，他就叫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啊，我第一本正式念的佛书是他老人家教给我的，《释迦谱》《释迦方志》。他说：“你要学佛，你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对他不认识啊，你就会走错路啊，会迷入歧途啊，一定要认识他啊，他是榜样，他是典型啊，要向他学习。这一些指导的非常非常珍贵呀。啊，让我一生没走冤枉路啊，一直走下来。啊，不过就是没有人提醒我，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老师没提醒我。啊，如果当年有老师，我很听话。啊，有人严格的督促，叫我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今天的成就不止这样的，不晓得高多少倍。啊，因为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建寺庙，没有道场。啊，这个我学了，我一生不见道场。啊，哪个地方有缘，就到哪里去讲经。所以这个缘接到了全世界。啊，居无定所。啊，哪里邀请到哪里去啊？缘接得很广。那么人家希望我讲什么经论，我就讲什么经论，所以就搞砸了，
长得太多了，啊，总有几十种之多。啊，没有专一，专一会得定，会开智慧呀。啊，我这搞乱了，搞砸了。啊，门门通啊，就门门不通啊。啊，所以60年的学习，啊，有悟处，什么悟呢？解悟，不是正悟。正悟才真正的受用。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啊，明白了之后，我就想着，我必须在晚年回头。啊，还来得及，一门深入，尝试学修。啊，一门什么？就是这部《无量寿经》啊，其他的经论全放下了，不讲了。啊，一部经呢，无论哪个地方请我去讲经，通通是这一部经。啊，所以这次在日本很难得。啊，日本的前首相。鸠山啊，他邀请啊，日本的佛教会水谷新政长老啊，代表日本佛教，我接受了啊，到那边去讲了48个小时，讲《无量寿经》。啊，他如果想学听学就喜欢听其他经论，介绍别的法师去讲，我不去了。啊，一门深入啊，真正了解这个好处啊，啊，所以要回头。啊，不能不回头。所以现在呢，正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我连佛法也舍掉了，不要了，就这一部经就够了，其他的统统不要了。啊，更单纯了，啊，简单了。香港有个同学送我一个小毛笔，啊，真的很小，啊，大概那个小毛笔整个面积啊，我看看只有摄影棚这么大，啊，整个面积就这么大，啊，不过它有3亩地。啊，3亩地，旁边种菜，做个小菜园。啊，周围树木花草很多，这样闹中取静啊，啊，很理想那个地方。啊，他这个房子很旧，一共2栋，2栋加起来也不过就这么大。啊，有一栋呢，有90多年，另外一栋呢，有70多年。啊，老房子，本来我想拆了重建，啊，送给我的这个居士告诉我，他说你不要拆，这个老房子啊，建造的时候材料真实，现在没有这种材料了，这个房子住的时候冬暖夏凉，哦。我说有这么好，那宝地了啊！所以我现在把它整修一下，这个月底就完工了啊！
房间隔得很小，房间一点点大，有五个房间。你想想看，这么大的房子，隔五个房间，一个房间大概只有三个榻榻米吧，就那么大。啊，摆一张床，摆一张桌子就满了。啊，很小的地方，好啊，省心省事，一部经，其他的不要了。现在经书统统送给年轻人，让他们好好去学习去。啊，最后我们也留一个好样子给后人看了。啊，这是责罚。啊，时时刻刻都要留意到真实，真实里面还有真实。啊，实在就是张家大师给我讲的，看破放下，放下看破，看破还要看破，放下还要放下。啊，我们才能够契入境界。啊，精进要更精进。无意的苦行要舍掉，帮助正法救助，我们也要帮助佛法回归到教育。啊，有一些年轻人想出家了，跟我不收徒弟。啊，以前物资辈的是韩馆长收的，不是我收的。啊，这一点我学印光法师，一生不收出家徒弟。徒弟啊，传授三规可以啊，不收出家徒弟啊，跟我学教学经教行，我收学生不收徒弟啊。最近有一个要出家，我替他找了一个师父啊，香港常怀法师，跟他出家，跟我学经教。啊，我们希望将来在这个小道场里头，不要多，能有五个人，五比丘嘛。释迦牟尼佛在落叶云，五比丘把佛教兴起来。我们现在如果能有五个人，啊，五个人真正依教修行，啊，来把佛教教育提倡出来，正法救度，啊，我们无需要大道场，只要有个小摄影棚就可以。啊，有网络，现在的网际网络全世界可以收到。啊，有网络，五个人，每一个人每一天讲经至少一个小时，啊，不可以少过一个小时，天天讲。啊，每一个人专攻一部经。啊，如果是专门学无量寿经也可以。啊，我们讲的进度不一样。啊，有人从头讲，
有人从当中讲，啊，这样也有好处，啊，能够方便各地方的一些同学们，啊，方便他们学习，带领大家一起学，啊，或者是我们把经宗、五经一论统统推出来，啊，五个人经宗五部经，一个人专攻一门，啊，分量最少的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大势至圆通章可以跟往生论合起来，啊，学圆通章也学往生论，啊，这样五个人一个人也一样，经宗道场啊，不要搞砸了，不要搞乱了，啊，我们只自己修，自己在摄影棚里面讲，我们不出门，啊，外面任何活动不参加，心定下来，啊，我们希望圣年，圣年住在这一个山上，不出门，将来这几个人都有成就啊！啊，至少圣年之后，啊，再出山，圣年之内决定不下山，啊，建立一个如理如法的六合敬典道场。啊，人数不要多，不超过十个人。啊，连照顾我们的人，啊，我们自己将来出家的五个人，啊，再有五个在家居士一起学习的，啊，照顾我们的生活，我就觉得就可以了。这是可以办得到的。啊，也能够做出一个好样子。啊，大乘八个宗，啊，喜欢禅宗可以学我们这个样子，建一个禅宗道场。喜欢天台的可以建一个天台道场。啊，原则生年不下山。啊，天台是主修法华。贤首宗主修的是华严，啊，至少是十年，专攻一门，放下万缘，念佛法都要放下，你才会有真正的成就。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才是真正精进觉悟啊！啊，第三个喜觉分，你看，若心得发喜，善能觉了啊，此喜不以颠倒之法而生欢喜，著真发喜啊，故名喜。啊，这个习顺受用啊，真正的受用啊，这个受用有两种，一个是禅定，佛法讲的三昧啊，修净宗的得念佛三昧欢喜啊，三昧是定，也就是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不能说完全断了，已经被控制了啊，不起作用了。用什么方法控制呢？这一句佛号，一部经典，
你想想经典，你念念佛号啊，除此之外呀，一定要放下，什么都得放下。啊，今天利用科学工具，可以独善其身，同时兼善天下。啊，我们用网络播出去了，用卫星播出去了。啊，全球有志一同的人都可以在一块共修，不必住在一起，不必要认识。啊，在今天建立一个净宗道场，应该是这种模式。啊，不需要寺院庵堂。啊，省心省事。啊，费用很少，效果功德殊胜。啊，我们衷心期望着中国大乘八个宗派都能够兴旺起来。啊，我们来做带头。啊，所以先得法喜，得法就欢喜了。啊，觉了这个欢喜，不是依颠倒法而生的，没有错误啊！啊，这是助真法喜。大乘经教里常说，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了。夫子所谓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真的啊，这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就是法喜。啊，第四，除觉分。即清安觉知。啊，若断除诸见烦恼之时，善能觉了，除诸虚伪，不损真正善根，故名除。断除诸见是见惑，烦恼呢是思惑。啊，如果在引申这个烦恼呢，它的范围很大，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这三种烦恼啊，啊，但是首先的见惑要除，啊，这在一块共修的六合敬的同学，啊，我们希望将来。跟我在一起的，我们不要多五个人。我们真正做到六合敬。啊，怎么做法呢？见惑，不能完全断，
一定要把它控制住，不让它起作用。第一个身见，起心动念两桩事，第一个正法救助，第二个待众生苦。我们不受苦怎么行？我们不吃苦，众生就苦了。希望我们多受一点苦，众生的苦减少一点。也就是世尊最后所教的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是释迦牟尼佛对后世学生的期望啊！我们不辜负老师，这两句话一定要做到。不能怕苦。一定要把戒律做出来。戒律我们只要把沙弥律仪十戒24门威仪做出来了就可以了。作为我们念佛三昧的资粮，求生净土的质量，决定往生。这个世界自私自利，明文理养，七情无欲，贪嗔痴慢，统统放下。对佛法只修一部经，这一部经之外统统放下。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可以每个人学一部经，都是一门深入，深年熏修，我时间定深年，真干了，真放下了，见惑必须要把它扶住，断不了，一定把它扶住，烦恼自然就轻了，烦恼轻，智慧长，就善能觉了，除诸虚伪，虚伪是什么？一切法无所有啊！般若经上讲的好释迦牟尼佛22年讲般若，实际上就是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你自然就能放下了不至于损坏真正的善根。真正善根是不贪不嗔不痴精进。